啊，空投到了，竟然有人敢抢我们两个的物资，我先侦查一下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哥，咱们两个发了，里面都是好枪，这空投真不错，搞不搞？莫迪莎，等收到。怎么样，我的枪法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帅？抓紧时间，我掩护你。八点方向有脚步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放心，有我在。拉倒吧你，上次就卖我，我还是相信我的烟雾弹。六哥，这把时机妥了呀，看样子应该是个满配的步枪，我先研究一下，抓紧把你的喷子扔了，它已经不符合你的气质了。六哥，这把枪不能给你了，我看着甚是喜欢，我的 M4 你凑合用吧，不过这把枪只做了一个弹夹，上面还有个小图案，你用八倍镜看一下，这个青蛙什么意思？手感也不错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看见了没，我的 M4 没这功能。别磨蹭，抓紧看看里边还有啥。格洛克G18，还有一个 M26。我天，六哥，你根本想象不到里面还有啥。你最喜欢的镜子 G43，我帮你找到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感谢我？你再猜一下，里面还有啥？不会是超小组合558吧？我天，你猜的真准，就这个镜子。来，你先看看，过个眼瘾。怎么样，效果不错吧？六哥，真的是满配。不过我不是锤师傅吧？这里还有个背带 ，nice。六哥，看一下八点钟方向，有脚步声。我天，这手感绝了呀！不过总感觉差了些什么。你能不能送我一个手电筒啊？还有激光盒。可以的话，晚上我请你吃大餐。别着急啊，下一期我都送给你啊。我再额外送你一把沙漠之鹰。我天，可以啊。六哥，那是什么情况？